拜托，你看嘛，一群童子军，请不要侮辱我们国家的宪兵好吗？宪兵有什么了不起？万一海票的宪民呢？差多来的那口皮呀、对不起，把 BB 扣交出来，统一由中心保管。拜托哎、你当我没当过兵啊？开玩笑，谁说当兵不能带 BB 扣啊？对不对？你看，这个是什么？你把条子当白痴啊？连奶子我都不知道吗？真的是白痴，这是中式。中式，我还华式嘞，我还台式嘞，万马龙才对。发生什么事？这位，副典范同志，不愿意交出 BB 扣。据上级规定，受训期间一律不准携带私人通讯器材。上级规定？拜托哎，那是你的上级，不是我的上级啊！我的上级规定我要跟县民保持密切联系啊，对不对？警民合作，共同打击犯罪，维护社会治安。你要是把我这个 BB 扣给没收了，要是漏了什么线索的话，谁负责啊？你负责吧？对啊，你吗？你吗？看来你非带不可。对，有种你就把我给枪毙了。哼，枪毙严重。哼，先让他报到，我会处理。是。对嘛，这就对了嘛，是不是？他是谁？应该是你们的班长。班长。我也干过班长，班长了不起啊！我还干过班联会主席嘞，拜托哎，你别逗了你。那些董事军要倒大霉的啦！记住，我们是宪兵，不要给我掐指大腿。你说的了。